怎么样？你是第一次看到我本人吗？第一次看到你本人，可是之前我在路上看到你很多次，但我不敢跟你讲话。Okay. 这样可以，这样算第一次吧？不算，那叫不算。第一次一起工作。第一次一起工作，对。他刚到后台已经疯掉了。对，我已经感受到你的魅力了。哦、真的吗？对，谢谢。谢谢。哇！你是僵尸是不是？我怎么知道？他们都想要鱼啊！对、哦，今天是啊，现在来发海报啊！等一下，那你今天会带新作品《人类》吗？那你这个先放着。哦，先放着。对。今天会带来人類。哦，等一下，最后一首歌唱《人类》。哇 ！Oh my god！ 掌声鼓励一下，最新作品一定要支持，对不对？一定要。大家一定很想了解小鬼最近的行程，或者是有什么新作品要来出来了。我在一期直播现在有一个节目，等一下我这边结束我就要去赶现场，然后接下来还会有电影电视剧在准备，所以说最近要开始拍戏了。对，相当的一个忙碌。到八月九，哎，没有，大概到九月多的时候就开始做第五章，第五章吗？下一章第几章啊？我忘记了。第几章啊？第六张专辑。哇，第六张，那就是在六张里做的。六张里，有点无聊。坟墓山那边。非常无厘头，没有人可以接得上。然后十一月的时候就发新的专辑，所以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。然后如果想要知道我什么动态的话，可以到我的 FB、IG 或是脸书，脸书就是 FB。